是一场都没有为了自己打过比赛，我是为了大家的开心去打乒乓球。如果是为了自己打这个乒乓球的话，我早就放弃了。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是理发师。日本桌球天后福原爱结束与前夫江宏杰的离婚官司后，近来动作频频，昨25日宣布下月22日将开设直播，暌违多时再度直面网友。此外，他也拍摄影片分享自幼时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，当中更惊见他离婚前为了力挺江宏杰登上对方参与的运动实境节目《全明星运动会》的画面。青春的都是跟乒乓球在一起，我是一场都没有为了自己打过比赛，我每一场都是为了别人打的，就是为了大家的开心去打乒乓球。如果是为了自己打这个乒乓球的话，我早就放弃了。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是理发师。咋停了呢？大家很意外吗？我在的母校的时候教乒乓球，然后有的时候会讲课。我想这样的我自己的人生中快乐的事情分享大家。